你受阿公阿嬷的影响很大哦。嗯，那我记得外公以前年轻的时候是开一个茶行嘛，然后他就很喜欢结交很多的朋友，然后只要有朋友需要他帮忙呢，他一定是义不容辞，两肋插刀哦。然后他还跟你们说啊，助人的时候呢，一定要不求回报。嗯，没有错啊。以前啊，所有的人呢都称呼台北阿公叫做新苏维利先生。阿公呢温文儒雅，而且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哦。我小时候记得呢，就是家里哦总是哦高朋满座哦，家里的茶壶呢永远都是热的，还有阿嬷的厨房，阿嬷的炉灶呢永远呢都很难去会关火，因为就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来。那么阿公呢总是想给他们最好的接待哦，尤其是那个早期啊，那阿公呢因为他的茶叶都外销哦，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人呢他会来到家里问阿公说，今天什么介绍，明天在什么介绍，阿公永远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是把最真实的消息呢给大家。尤其是阿公呢，他很乐意提携后进哦。阿公常常讲说，大得亏棒鱼鸭灾哦，就是做人要慷慨，而且呢要热心助人哦，那不求回报。嗯，像阿公教你一样这样子，我觉得你也有把这样的观念教给我跟弟弟。嗯，比如说啊，你就跟我们讲说，凡事呢不能只想到自己，一定也要想到别人的需要。是啊。嗯，然后尤其是我记得每一次在发压岁钱还有零用钱的时候呢，你都会先叫我们要提拨这个助人基金。嗯 然后呢要上缴国库给你，你再帮我们捐给施工。对不对？没错。是啊。因为施工上人讲嘛，说知福惜福要再造福。我觉得是这样蛮好的，先提拨出来助人基金呢，这样自己的物欲也会降低，因为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了。对啊，没有错。我有一个随身铺满，哇，这个呢，我就是出门时候都会带在身上。像我可能本来喝一杯100块的咖啡，可是呢，我也可以喝一杯50块，不过又很好喝的咖啡，那我就可以把多的50块放进来存起来，然后累积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拿去帮助别人。我们知道最近的行销学啊，有一个很夯的概念叫做免付费共享的观念，就是在南加州啊，它有一家很有名的社区里面小小的街角咖啡，然后呢，它就提供给客人喝免费的咖啡，是因为有一个客户呢，他很喜欢这个咖啡的味道，然后他喜欢这个店的感觉，可是呢，他要知道这种小生意可能不见得能够做得很长久，所以他买了一杯没有几块钱的咖啡，可是他就捐了100块。他跟老板说呢，他要请后面的客人都来享用这么好喝的咖啡。对啊，所以台北阿公讲说，大得亏棒鱼鸭灾，意思就是说要很慷慨，然后热心助人呢，同时不求回报，这样的社会你看有多美好。对啊。大豆 K 棒鱼鸭灾，做人不要独善其身，要慷慨热心助人，不求回报。大豆 K 棒鱼鸭灾呢，做人要慷慨热心助人，不求回报。我去年啊看到有一个家福中心他的调查哦，他针对台湾的国中国小学生调查大家怎么使用压岁钱，结果啊他发现啊有将近60%的父母都没有教自己的孩子怎么使用压岁钱。不过虽然这样呢，有一些小朋友大部分的他们还是会留下一点点的钱，可是很可惜的会想到要捐钱帮助别人的大概只有个位数而已。哈，个位数啊。我想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给他们这个观念，或者是说没有去引导他们。我想更重要的是，可能他的父母本身呢，他也不懂得说，对，他不懂得把他的金钱可以作为分配，而且不管怎么样呢，这个分配的都可以节省一部分呢，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对。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妈妈，他们长期呢投入志工哦，
然后非常的节俭，都是节省自己哦。那固定的把钱存下来，来帮助别人。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的身教也影响他的孩子呢。那一起来付出，让我们欢迎作宁还有凤美。黄凤美推广上人八分饱两分助人理念，透过铺满的概念提醒人们节约生活、存钱助人，亦教导三个孩子从小养成存钱助人的习惯。高作宁感念社会帮助，国中时即带孩子当志工，目前任职万华社区发展协会秘书长。凤美，你投入我们慈济志工服务已经很多年了，应该在20多年以前我们就在儿童精进班哦。是。那现在呢，你都在陪伴慈青，也就是年轻的孩子，现在一起在呢响应上人呼吁的素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哦，好像你们用回收的纸盒来做铺满，是那省下生活中的钱哦，把它存起来拿来帮助别人是吗？是。在推这个八分饱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脑袋就想，其实在推的第一个角色最容易推的就是啊妈妈，嗯，是因为妈妈一定要进厨房，而且进厨房的几率大，也不一定说爸爸没有，但是只要妈妈进厨房，她一定会穿上围兜兜。后来我就想说，每一个人都要穿围兜兜，不如我就把它大围兜兜变成小围兜兜。哎，那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哎，把它变成一个可爱的围兜兜。那刚好上人在推动这样的一个省水省电省米，那我就想到说，哎，好棒，我们可以日行三好，哎，就变成一个这样的兜兜铺满。那这个呢，就我们那时候就想到说，哎，可以挂在厨房，挂在我们的客厅装饰都很可爱。嗯，对。那当要进厨房的时候，一定会想到这个就可以让他自然而然的很快的去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哎，每天就是起一个善念，发一个好愿，就可以例行这样上人期待我们去啊走的当初的这样的一个简朴的生活。对，那像作宁姐嘛，我知道您也是长期的投入志工，然后还有去协助一些长期卧床的独居老人哦。那以前因为是低收入户，对，那就想说现在生活上比较好过了，想回馈。哦，那一方面因为以前小时候遭遇过家暴，做志工也等于是一种疗愈，所以我就带着小孩一起做。所以我们讲说父母的身教言教是很重要的，那往往我们可带着孩子一起来做，但是现在的父母又偏偏又非常的忙，我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呢，还有我们的金钱呢，我们如何来做一个安排，是不是呢？就是父母呢也能够呢从自己来做起，我们如何能够让孩子呢从小能够养成节俭的习惯。我外给你问我爸爸哈，早期他就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习惯是要从小养起的。他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就是说你细汉你哪样养养成安尼习惯的，干呐这些就是如同他天生的天性一样，他是天性，对对对，他就会很自然的，自然就成习惯了。啊，就像当初我也是鼓励慈青他们赶快熏华香，我说我就在网络上铺说，自然成习惯，光明就在望。哎，其他他们从小就能够养成。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孩子，我从小就是遭遇到家里不是，有一些的困境，我自己本身的家庭哈，那因为要抚养这三个孩子，好，那因为是单亲，所以我自己就要从这个地方训练孩子如何从小做起，如何从而从小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对呀，那我就想问作宁哦，就是在你带孩子长大过程中，其实在早期是比较辛苦的，然后你可能在经济上不是那么的富裕，通常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觉得说我有钱我可能要存起来，我比较有安全感，比较难说会想说我还要再节省一些钱去帮助别人。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呢？去做志工？其实我跟我儿子，我们两个都在念书，那我们的奖助学金让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就愿意说去回馈啊。对，是啊。那凤美，你也是单亲家庭嘛，三个小孩其实是够忙又够累嘞，那你怎么想说在你年纪那么轻，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愿意出来自己当志工呢？因为我自己从小哈也是有这样的一段的坎坷啦，因为妈妈在很年轻就过世，留下五个孩子，那四个女的一个男的，我哥哥，那就四个，
那那时候的年代都是查某囝拢爱奔奔出去，阿嬷也甲阮奔奔出去。可是我现在这个妈妈，她不忍心我们这些孩子哄奔出去，她心疼，所以她就把我们口罩回来。那妈妈是真的很传统的一个妈妈，后来她自己生三个孩子，可是她可以无怨无悔的，她没有私心呢，她把我们当成真的是自己生的女儿，只要有东西吃，只要有问题，我都以我们为优先。我从小就是这样子在妈妈身上体会到我们家为什么这么个平安，那个安置。其实这一路走来，我自己真的感受也很深，真的也很感动，妈妈给我的一个震撼跟教育，所以我自己才想到说，不管再怎么样，那后来在我五十几岁的时候，妈妈五十几岁得了 cancer， 那时候我就自己发愿，我说只要妈妈的病能够好，我从此开始我自己要吃全素之外，我要投入社会去做志工，不管我再困难，不管我遇到了任何的困境，我决定要发这个愿。所以现在妈妈一路走过来，现在已经八十岁，爸爸也九十二岁了，都很健康很好。但是我为了自己的这样的，因为妈妈告诉我说，咱若有一喙饭通食的时阵，咱都爱去帮助搁较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想问作逆哦，在国一的时候啊，好像你就带你们家的儿子去创世基金会做志工，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带他去呢？我们家庭本身是单亲的家庭，然后又低收入户，所以会遭受到一些歧视。那我们能去的地方，可能就是这些比较弱势的一些机构。对，像那个除夕夜啊，我儿子他也会跟我讲说，妈妈你带我去创世基金会去做志工好不好？哇，那他有慧根，那就去啊。那后来也是有发展到说，跟着那个义诊团到那个原住无名部落去做那个志工。那后来他就走上这个护理这个学校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小时候你带他去做志工的这段经验里面，他就培养了一个很悲悯的心情，他希望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弱势的人，然后决定走上护理。对，那他当初告诉你说他想要走护理的时候，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所以护理是我先提哦、okay. 是我先去念的。那在做志工的同时，又知道说更新护专他有在招护理科系的学生，对，然后后来我就考进去了。哇，不容易。所以你和你们家的儿子一起都投入在护理的行列里面。对，好像现在你们还一起要影响更多的学生是吗？对，大专生还有高中职生还有一些基金会，他们是要给一些学生啊去消食宿的。那就由我们来带。哇，这真的很棒。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老年化国家，是全球可能排名第二快的，所以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会有很多很多年长的长辈会需要我们关怀跟照顾的。那刚刚提到你们的宝贝哦，都在你们这样子有心的带领跟影响之下哦，那他们就是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多彩多姿，而且很正向。你们有没有观察到，比如说凤美带慈心啊，那你也在当志工哦，就是说他从小愿意助人，愿意把自己的金钱节省，那么拿来奉献的孩子呢，跟一些没有这样观念的孩子，他们个性上有没有什么差别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哈，我爸爸会一个竹筒很长，他都不切断，但是都有一个洞一个洞，从上面姐姐哥哥我们的名字照牌一直写。一支就大支，就给你垫在边。你每天就是爸爸给你的零用钱，你自己回来去捡。对，我们从小就看到这样子了。那存下来，他有说希望你们做什么吗？他会让我们自己任由发挥。比如说生活上你很需要的时候，好，你可以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他也是希望能够去帮助人。对，重点是那现在呢，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习惯演变到现在，我问你说那马 A 了，他甚至于在马路上看到一块钱他都会捡起来，说你捡什么？块钱呢？我说你要做什么？
偷竹筒啊，你先把它洗杀杀回吸回啊，抓你竹筒做什么？给施工盖医院救人啊！哎，他每天都会早上起床要到学校去的时候，会跟阿妈要三块，一定要三块啊！他会要讲三句好话。哎，所以他就从小啊一岁多就会讲，哎，天下无灾无难，祥和社会，然后就是净化人心，净化人心，对他就会这样讲。然后我说，第二天我就会跟他讲，哎，这个讲过了啦，他就会再讲，哎，心想好意。走脚好路，这样他就会每天把这件事情这样，因为用这个习惯让他从小就去了解这些正确的道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引导。好像有一次在学校里面就被同学打，那因为我们近视眼教他就是说心中有爱，人见人爱。结果他打人之后，他不会回，他只会哭。他会告诉他心中有爱，人见人爱，一直哭一直讲。结果老师就回来问我们说，他讲那个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跟他讲说，对，因为我们就跟他讲不能够打架，要养成好习惯呐，要说口说好话。他都会讲，我讲错话，他会说阿妈你要好好说话，口说好话。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就是心中有爱，人见爱，不能够打架。但是他又不会回，就白白被挨打了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从小下面去以身。作者，所以现在的妈妈，我是觉得说，我跟你讲，干嘛睡去怕噶，我跟你来走开近啊，你哈，就会取代了孩子，好，然后呢，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说，我们去收功德款的时候，就会看到妈妈就啊，替爷家走，替爷想走，对，对不对？对，我都会强调说，这个是让孩子自己去走，对，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陪伴胜于代劳，你陪着他去养成这个好习惯之后，其实他们会自动自发，他们会自己去走，对。那我就想问作逆哦，因为你一个孩子嘛，那在你带他长大的过程中，其实他都有看到妈妈很辛苦的在拉拔他长大。那当你的孩子有了奖学金以后，你怎么去教导他说，哎，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呢？去创设那个植物人基金会啊，因为看到的都是像气切的，那可能就这样子，他就耳濡目染，他会觉得说我们是蛮幸运的，那就因为低收入他有固定一些奖助学金，是包括还有我后来也念书嘛，我们两个就加起来，他就会讲说他想捐呐，就捐呐，哇，所以你带着小孩一起在做。孩子看到了妈妈做，还有我刚刚也很感动的，你说了一句话，说以前你走过苦的路，你现在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在疗愈你自己。对，随着当志工就越来越正向，然后越来就自我疗愈嘛，越来越快乐，然后有自信啊。是，所以我们讲说当志工哦，其实是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哦。其实帮助人，就跟他大概咱那讲一句俗语的讲，阿兰三金就是爱心金嘛，哈，让他可以走。可是当他得到这个快乐之后，他其实会越做越长久的。有一次我就因为要去关怀个案，那你知道我是单亲，我势必把孩子然后就一起带去。是，那刚好端午节，当要去送粽子去关怀的时候。小孩子会看到，就会问，说妈妈为什么他没有爸爸？他的妈妈为什么手断掉？他们好可怜哦，那我们给他要一个回家养好吗？他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你教他怎么去帮人，他很清楚，他可以看到现在所谓讲的见苦知福，但是他见贫，他又想造福，造福。对，他见了贫，他会造福，他会想到说，哎，我也想要来做这样子。后来我就会跟他分析说，我们家妈妈也很辛苦哎，那我们三个把你一个送出去好不好？不要啊！我说对，那你家的妈妈我会心疼哎。我说那你要怎么做？好，所以我们就会说你要出来做快乐志工，然后你要一点点的心力去帮助人。所以从小我们家就会楼上楼下就会有一些铺满。那让他们很清楚这些东西，我不锁定你要怎么去助人，但是你就可以发自内心，我会引导他们自己去决定。那上人一直强调说，教育不是只有在文字上的学习，真正的教育是一个人格的塑造。对对对，你从小如何去帮他养成一个正确的心态。其实我会常常跟孩子讲，随时我会离开的，遇到困难你要怎么去解决。好，我会陪着他走过他要的问题。我说你要先学会自己去思考，
对，那从小我就陪着他们去养成这样的习惯。对，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从小他就懂得助人，是，他懂得节省他自己的，是，哪怕是微薄的金钱，是，他愿意捐献出来的孩子呢，他就比较正向的能力，而且可以解决困难的能力。对。那我就想到我在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方法我觉得很不错，其实可以提供给年轻人或是一些爸爸妈妈可以教孩子。他就是在家里呢放一个小小的回收的纸盒，不要的纸盒，它上面就贴了一个奉献箱。然后每天呢，因为大家出门回来，你可能坐公车啦，或是买东西，会有一些零钱在口袋。他就会一回到家，就先习惯的把零钱的口袋掏出来，只要是口袋的零钱，他就放在捐献箱里面。然后每累积的几个月的时间，他就会拿去捐款。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爱心方式是一种生活的养成，也不错。所以我们说为人父母呢，要很用心的陪伴我们自己的孩子，给他好的观念。那么很重要的呢，是这个好的观念呢，绝对不是用物质呢来满足他们，在生活上呢降低他们的物欲，让他们养成节俭的习惯。很重要的是把多余的金钱拿来助人。那么当然呢，父母呢要以身作则，用行动带着孩子一起来做。让我们一起来响应慈济正言上人的素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哦。好，谢谢作宁还有凤美来到我们节目，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妈妈教我们的事。学校发的那个英文演讲比赛，我想要参加。你上次不参加过，而且这比赛要很久哎。没有关系啊，既然要参加，就要怎么样？全力以赴。对。And its ability to process all information. Okay, you muscles, you gotta contract, and you muscles, you relax. And now I lost my balance, my personalities. 你看，他就算手上是拿着脑子，但是呢，他的头还是会左右转，有没有？嗯。Myself. This is so cool. Actually experienced what they had been studying for years. One morning when I woke up, a blood vessel It was as if I was drifting in lava. 我的教育观念是，他只要能够有学习的机会，我都希望他能够珍惜。但是我们会要求他说，既然是你决定，你就要做到最好。One morning when I woke up.A blood vessel exploded in the left half of my brain. A series of impairments fell upon me. However, at that moment, I felt like I was floating in the air, and that feeling was beautiful. It was as if I was drifting in La La Land. 来，你来看，你这是说得很好。可是呢 ，Chelsea 稍微慢了一点，因为那个长度只有三分半钟，知道吗？好。Chelsea， 你注意看哦，你有没有发现？你看在最后的地方讲得太慢了一点，对不对？这样子时间三分半钟，到时候会讲不完，知道吗？待会再练习一次，那在这速度上面稍微快一点 ，OK。However, at the moment, I feel like it was floating in the air. 我的想法是，若是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到后来我再来指正他，他可能会觉得说，妈妈，你不是都说我很棒吗？为什么你又说？为什么你到现在又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一直都是说我会说你很棒，但是我还是告诉你说有哪里可以改进的。他说他约我们出去啊，然后可是我们刚才没有空，然后刚才宝贝姐妈，只要这次我的演讲比赛没有得名怎么办？妈跟你说过啦，妈你要参加演讲比赛，妈妈很高兴。妈妈在乎的并不是你的比赛成绩，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学到了什么，你有没有努力的练习，记住老师教你的技巧，还有妈妈提醒你的地方，然后不断的练习，这样子呢，到时候比赛的时候一定会有好成绩的。我今天二要帮我们吃什么啊？不知道。